谢谢吴教授的分析。接下来请看本日的财经一百秒。受供应减少及房贷利率上扬的影响，美国六月成屋销售意外下滑，但仍处于房市强劲复苏的水准，房价也因为库存紧俏而持续上涨。至六月底，大陆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人民币27兆3887.46亿元，比五月减少412亿元，是今年首见的负成长。分析人士指出，中国回落、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量化宽松政策退出预期加强，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等因素，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大陆的速度明显减缓，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外流，导致六月份外汇占款出现负成长。美国联准会主席伯南克淡化市场对量化宽松很快退场的预期，推升了黄金需求。国际金价22日盘中突破最近多次挑战的1300美元大关。交通部数据所统计，台湾车市七月前20天挂牌数17723辆，比上个月同期成长13.4%，较去年同期衰退7.9%。和泰汽车发言人表示，原本预期七月买气升高，渴望带动旺季销售，但目前看来，今年车市表现确实不如去年，期望由36万辆拉高到37万辆的理想恐怕落空。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